我给你几两。$120啦，斬開嘛？係啊係啊。幾？知咩？嚇？有咩叉燒？係，要叉。要叉我。未夠啊！哎呀，翻个靓啲俾你啦，唉！去完之后$150，真系跌时间啊！啲咩？哇、哦、真是啊。雞一隻啊。哎呀，好多人啊！而家真真同你淋一淋噶。我啊，佢谂嘅我知啊，佢影佢做花子噶，佢摆上网。叫几多啊？几多啊？我三分一。哦，我嚟啊！好，谢谢。啊，嗰啲味道啊，好食好多噶。有沙姜的香味啊，有雞味啊，食起上嚟真係想夾唔夾啊？想啊，唔夾多一嚿都唔得啊！哦，咁好食嘅啦。已經係欣賞佢幾廿年啦，已經啊。好，使唔使斬？收噶，睇见都想食啊！啊，斩开，要唔要？得，$240。系，二啊，啱啊，七二。叉烧还是烧肉？收的，你要收的。好啊，现在好命啊，弟弟。哦，开心啊，真的。那只小孩子回来，现在大学毕业啊，真的。我都老啊，岁月不催人老啊。整得幾嚿啊，細佬食啊！啊，有啲啊，唔要啊，蜜汁嘅原裝食，好啊，仲有食物，好。嚟啦！
哎，新鲜俾你蜜汁咧，哎，有蜜汁啊，搭配好食。来边教边教，依教冇咁多用用好嘛？跟住嚟啊！都你知道辛苦啊，叫人叫人工差。哦，一嚟$73啦。炆冬瓜咁识吃噶，嗱你要啊边边啊，嗱啊海鲜啊海鲜都想吃噶哇，太香味啊！依个阿姐嘅拣条衫，好，得跟住到你。对，使唔使落啲汁啊？吓，好，抄条。35元邊度錢啊？